가도 자고 돌아와. 估计我去应该上车走了，下一个车厢我们跟我一个人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，就像上一次的演唱会一样，我没有人不是第一次看我演唱会的。那那些没有看过我的第一次看我的，会不会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？ 会不会搞不清楚什么是2044，什么是70岁？你是不是干脆重新再解释一遍？不要不管他。好的。还是都当他不管了，管理来了就是梁家主是吧？是。这样就简单多了。其实也真的是随口说说，在上次在多久之前呢？不管了。 就在台上随口一说，然后呢就有人就认真起来了，就很认真的说，等你啊，等你啊，等你到70岁啊。对呀。我看到我都有点紧张了，七十岁还能上台开演唱会。 你们认真起来了，我也真的认真的，好好去考虑这件事。我也尝试去做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毕竟你说要等到70岁再来办一次，我可能有点困难，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所谓的70岁的约定在今天举行。太厉害了，要不然你们的七老八十来看到演唱会吗？ 还有一件事是，我潜水，知道吗？